哎，您来看看长得像不像？台北县有一名越南籍的新移民，因为他外形相当的抢眼，看起来酷似艺人张韶涵，一度让机场的移民官认错了人。他就是因为参加了新移民歌唱大赛，被发现有张明星脸，吸引了演艺经纪公司的注意。甜美的五官，八张脸，他是越南新移民的第二代，外形亮眼，像极了艺人张韶涵。这位越南正妹吴坤琳跟张韶涵一样，有水汪汪的大眼睛、高挺的鼻子，相似度高达80%。由于她酷似艺人张韶涵，有次从越南返台，还在机场被移民官误认为张韶涵，直到查验她的护照，才发现不是本尊。就是在背后听到，然后就说他跑过来跟我要签名。目前他通过移民署举办的新移民歌唱大赛初选，也将在本周日的国际移民日歌唱决赛中现身。